哎，芒果今天在那个桃园猫脚印哦，在做一个新手教学。那他们可能就是有些教学完后会来找芒果来对战。那刚刚芒果已经结束了哈，那我总共打了十五个有吧，好不好？我打十五个，那我们奖励卡基本上都打六张，所以打了蛮久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结束了哈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桃园猫脚印的环境。那等一下我们要来开箱，好不好 ？A、B 各一盒，我们来开一下。对不起，直播收讯太差了，我们再一次。众星云集中文版的组合篇，那 A 的话就基本上大家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动力，是因为黑喷。看射手索罗啊，射手索罗有用。索罗，可是索罗的狙力其实并不太高。前途不是嘛？哦，对。可是 B 的话，大家比较想抽，是因为有沙奈、仙子，对不对？巨金叠叠哦，所以说 B 的话，现在大家的疯抢啊。那叠叠一直居高不下，因为每一副牌都要用。好，那我们先开 A 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 B 就好，一起开，因为反正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再开。可以看比较多。可以交给你。今天的我怪怪的，怪怪的吗？我今天蛮欧的。我刚刚在跟大家玩的时候，其实我正面的次数还蛮多的。那就靠你了。好，靠我的。来，好，马上来开。好刺激哦！你一包我一包，你一包我一包，好不好？你一包我一包，你一包我一包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看哈，色围基本上这个配率就是色围有全图的话都会有一到两张啦。那普通的小色围应该会有三张，对不对？有边是什么东西？索罗，索罗，索罗，索罗！哦，第一包马上，天哪，太欧了！由我开比较 OK 吧，对不对？跟着我开，哥带你飞 ，OK？ 一张索罗不错。没有东西哦，头巾哦，哎，各位，头巾因为也是每一副牌都要放的三到四张，所以头巾现在是超级超级贵，贵到炸掉，真的是贵到炸掉。来，继续啊，不用等我啊，继续啊，直接开啊，太猛了啦！哎，我们第一包就这么屌了，来继续，有东西，又有东西，这个我开，我看一下金的吗？色尾。色尾来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属性空还行啦。那银半的话，芒果之后会拍一部片，我觉得还不错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自己看看。来，因为中文版说真的，一到四单你要拍的牌组真的不多啦，真的不多啦，好不好？真的不多啦。好，甜的美后，康的香其实也不好出啊，康的香对不对？破阵 ，OK。小索罗，小索罗应该数量蛮多的吧？小手量蛮多的吧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别，哎，有宝焰归兽 ，OK， 能量再利用。我刚刚那一盒好多，哎，这张是不是一盒也才一到两张啊？一到两张啊。那其实我们的目标哈，既然是 A 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一样索雅克，好不好？那设为全毒的话，当然就是黑喷或索雅克都可以。裂空做卡奇，哇！这是我们把重点拿出来就好，其实这些东西好像不用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好，重点拿出来就好了。来看一下，感觉该出下一张了。该出了哈，没有。穿左熊，没有多边兽，哎，有大锤子，大锤是邪恶之人在玩的哈。我想那些不交流的哈，会组那种喷牌的哈，真的是，哎呦。交朋友要小心啊，你们跟他玩会，那有东西，一二三，索罗，呀，第二张，什么东西？第二张什么东西？第二张什么东西？你看，第二张什么东西？不要吵，一二，啊，二十大王啊，还好吧？怎么了？不要吓我好不好？你们以为什么东西？他以为是小的，哦，小第二张，哦，小的第二张，索雅，你说这张吗？不是吧，不一样，差那么多哦。不过这张最近也蛮夯的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谁po文啊？对啊，到底是谁啊？二十大王 OK 啦。哎，银半战兽来了，银半有了。哎，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有搭配到，你看。光碟。有搭配到的，索罗哈，索罗亚，哇，好。哎，这很目前 OK 啊，非常的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边。好，莱西拉姆双无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套虫算是非常好用的一只怪，对，好用的特性怪哈、哦。属性空，怎么这么多那个啊 ？OK， 来
继续。二十大王，这里有反光是不是？二十大王 ，OK。啊，我没有带卡套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假光机没什么用。好，雷公。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哦。你忙过，我想问一下，请说。七七写的是出在哪一弹啊？好像是 S M 七还是八七七七七？哎，六还是七？我忘记了。这阶段还没有六十写的吗？七对不对？还没有七十写。有了，有边有边，各位有边。噔噔噔噔，蓝糖花好了，还行。灰心来了。好，蓝糖花还行。A 目前开这样其实是 OK， 这两张非常非常的好哦，非常的好，这两张是 OK 的。那色尾的话就看运气了，好不好？看运气了。基本上点点有点点看有锁，这一盒就回本。对，有的话就 OK 了。其实，卡普米米也是非常好的一张卡，有吗？霸王花可能我交流的人，我觉得下个版本也许有机会会崛起，有机会而已。可索罗还在，我觉得应该没办法。好，杰克罗姆荔枝哈，荔枝来。感觉还有，我也觉得还有啊。现在 GX 才出一二三，才出三只而已，四只而已，哎，还有张 GX， 还有来了，电书木没有用。那小色尾还有，哎，小色尾两张了，哎，哎，会不会没了啊？小色尾还就一张，就一张，两张，二，索罗亚，好，看会不会像之前有爆开率开，比克提尼，哎，图针，你刚刚有图针。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打牌旁边开吗？比克丁五张小的，两只还三只，色尾出发。哎、欸，真的没东西了吗？啊，古兹玛 ，OK， 古兹玛，对啊。古兹玛应该，因为古兹玛跟头巾为什么会贵，就是因为哈，它一盒只有一张，没办法。好了，最后一包了，各位。A 哈 A 系列最后一包有没有东西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胡巴妈妈。好，所以这盒是基本的配率，但是运气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索亚克 GS， 还有小索罗。对，这两个已经非常非常的 OK 了。那这配率基本上就是五个 G 叉加上一个大的色尾，再加两个小色尾，这已经算是正常配率。还有一头金一股子嘛？对，一头金一股子嘛，所以这盒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过关，算是七十分有啦，好不好？七十分，有七十分，有回，好，七十分可以哦。好，那现在就直接来 B 吧，好不好？ B 的话，大家最想看的可能就是蝶蝶之类的，蝶蝶、沙奈、仙子都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都是 OK 的。马上来看一下，众星云集组合篇的，好、哦、B 弹，来，你看蝶蝶嘛，对不对？蝶蝶，那现在巨星其实也蛮夯的啦，也是蛮多人想要的啦。巨星其实说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。来，一样验一半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这次来尬吧好了，看看来吧，谁开的东西，反正有东西就是一分，对不对？有东西就一分。然后有这个东西就放在台上。好，行，你放这边，我放这边，没问题。啊，如果开到金蝶蝶，直接获胜，好不好？开到色尾沙奈也直接获胜。卡普奇奇雅琳，哎、欸，我马上就一分喽。哎、欸、啊，这算分吗？算啊，就一分啊。有东西，色尾跟 GS 都一分，好不好？色尾跟 GS 都一分。来啊，我要看到金的，我要看到金的，拜托，我要看到金的。哎呀，有了！哎呀，哇，这个猫又汗脏。你讲川普不是我讲的、啊。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来继续。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有那个是一个搭配。对啊，这是一个搭配啊。因为双五现在太多了啦。好，没有东西。来，有很多在问哈、哦，阿伯怪他在前排的时候才会减伤三十，注意哈、哦，对方打你的话会减伤三十，如果他在后排是没有减伤的，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他我问，被问过好几次了。来继续。不错哎，而且阿塞罗拉很难出哎。阿塞罗拉不错啊，一盒就好像只有一张哎，一张而已吗？对、啊，阿塞也是一盒一张而已。嗯、好，小九尾，这个非常非常机车的小九尾哈、哦。好，这个不用拿出来。拿个绳子。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。目前一比一。谁会先开到第六分呢？来看一下，我要金的啦，我比较想看到金的。哎，没边，暴鲤龙虚无之海，没东西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你还记得我们一句话吗？嘿，说蹲得越低，跳得越高。拉普拉斯有没有、拉普拉斯，好吧，拉普拉斯，欸、马夏朵，马夏朵还不错，来吧，一二三。有没有边？没有。格拉吉欧、哦，哥哥伊布要太阳伊布，太阳伊布 OK 可以不错。好，那目前战绩是二比二，好吧，二比二，二比二，来继续。哎呀，来吧。没边。我也没边。没边。哎，
对，就是铺伤用的啦，就是配毒针。好、哦，如果人家打你的话会中毒，那如果你场上有三只泛指蛇的话，对方一次会毒40滴，这样懂吗？好不好？这泛指蛇也蛮站后排的啦，真的蛮站后排的。有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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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啊！不是他哦，好雷哦，好三分，好好鸟哦。不要放弃，我觉得还有机会，因为我上次看到一个神盒，五个色围，五个狙叉，所以我觉得太猛，真的太猛，就在我面前出的。八，哎、欸，有糖果，现在糖果也超级贵，糖果很贵吗？现在糖果超级贵，这么贵啊？至少也100多。彩虹也不错、欸，我快开完了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开那么快？对啊，好，那我要加速，因为我开超多的，我最会开包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开包。加速哦，臭臭泥计时球，哎、欸，来了，有了，齐鲁利安，齐鲁利安，开很多了，来三比三，三比三，三比三，来，好像爹爹还没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在里面了，快挖到了，就在里面了，色尾小色尾只有出来，也出来一只而已，小色尾小色尾，哎，没有，好，基格尔德，好了，各位，已经我们都各剩一包了哈。哎，不对吧？这盒好像感觉怪怪的哎。好来，各位来咯，就是你了，宝贝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有变有变有变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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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咦呀，老翁龙，嗯，老翁龙，好了。所以目前1、2、3、4、5，5张 GX 了，那应该还会有一张色尾以上哦，以上应该还会有了，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过多了。那我觉得我赢啦、啊。我输了。哇，泽尼亚斯。出包了，了好了，就你了。可是我觉得爹爹机会好像不太高哎，应该还有一张小色尾了。来，小色尾，这张小色尾，注意两个一起来。好，行，小色尾有边有，各位有，看下来一、二、三金属怪，好啦。所以这盒也是正常配率啊，就是五张狙叉跟三张色尾，对不对？哇，尴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桃园猫脚印的教学哈，还有芒果来这边陪大家来一起打牌，也非常非常的成功。阿廖廖师傅，拜拜，拜拜。分钟输一万，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